像流星划过夜空，点亮了非常好，怎么舍得让你瞬间就此坠落，路蜿蜒曲折，当光芒闪烁，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存在过。她很美，你很幸运。是，其实这一次找你谈品牌合作，主要也是为了她，是她提醒我，如果能让更多的女性因为您的设计而对婚姻充满信心，那将是最好的事情了。我看好你们之间的爱情，你们两个真的很默契。我也很感激遇见她，她给了我很多启发。其实我这次来江北就是为我的品牌物色合适的人选。你虽然很成功很专业，但是我担心你的商人思维无法准确地契合我品牌的气质。如今有顾小姐在你身边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如果我将品牌的代理权给你们，你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西西知道这个消息也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。我的条件是，你们要不要合个影？好。这张照片回头我寄给你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行告辞了。多谢。老公了没有？你刚才跟 Alex 都聊什么了呀？暂时保密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今天还是要谢谢你，因为你我和 Alex 谈得很顺利。作为感谢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吃饭就不用了，那个你呢就离我有多远就走多远啊。这里可是私人庄园，没有出租车的。那我是不是有腿啊？不就是从头再来吗？怎么没有车呀？哎，有没有同没人告诉你，逞强也是需要能力的吗？不用你管。上车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怕你耽误我的时间。你在这里浪费一小时，我就要在餐厅多等你一小时。我的损失你赔付得起吗？你这种情况不适合穿高跟鞋。
刚才接到了 Alex 先生的电话，他最终选择了外贸。可早上 Alex 在跟我谈的时候，还对本公司有极大的兴趣啊。你知道尹思辰用了什么办法吗？听说是尹思辰的未婚妻说服了 Alex 先生。顾西西吗？对了，上次那个颜料厂的人是住在怀远是吧？嗯。帮我订一张去那里的机票。好。我吃好了，那今天合作愉快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。嗯。之前你损失的钱飞扬已经打给你了，这张支票的额度是100万，我已经签过字了，你可以随便填一个数字，就当作是今天的酬劳。我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你的钱。嫌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图谋什么？图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像你们这样的女人所做的一切难道不都是以利益为目的吗？你不要这100万，只能说明你想要的更多，你不妨直接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，总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对吧？李思辰，你有钱就可以随意评价别人吗？凭什么那么说？凭什么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就是那样的人呢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为了钱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吗？有必要说得这么狠吗？演戏就要演全套，不狠一点，我怕他真的爱上。走，回公司。怎么了？艾利克斯刚刚发过来的，你自己看一下。Marry Me 的授权要在你们结婚后3个月自动生效，双方有任何一方可以放弃授权，由另一方打理。意思是我现在和他结婚3个月，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走。我记得我好像说过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了吧。我们结婚吧。